后因为我从16岁就开始打工了，打了卖衣服、会计、卖健身房的东西，所以我一直都很努力，所以我现在是变成音乐以后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次，我觉得是一个不是工作，是一个事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自己的 dream， 自己的 passion 要去 follow 它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动力。这次是百分百电动的 Leaf， 这是这个 campaign， 所以我为了它特别写了一首动感的快歌，而且我一直想要写一首关于就是这种环保的歌，然后永远不知道怎么开始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觉得很可爱，然后其实蛮有力的，然后它这个型就是一个，它颜色很好看，然后就是只要是会环保的人都会喜欢这支歌，所以因为不用加油，会帮大家省钱。做个好人，忠于自己，还有生命很短，大家只活一次，所以要做对你自己很重要的事情，还有让你开心的事情。我是 Jason Chen， 我是 Nissan 新潮代。